那我们继续讲哈。那么同学青年没有什么事情挂碍，将才度孤，那么有没有度得着呢？有度着不？度着同学举手。我知道我有时候话想度度不丢，莫被度哎都度丢，这个一马心猿的都不好调啊。那么讲天台三观，因缘所生。比如说我们同学大家今天和我在讲堂聚会，都是因缘所生法。诸位啊，过去生中一直今生听讲过佛法，一听北拜哟，五斗力哟，那么有这么一念为因，又参加社团，又有同学谈起来，这里同学呀，进圈的怎么说都那个掉头掉头，我看谁度过的同学最多，又度过了多少同学幸福？那么这是缘，诸位的善根，一念信心佛法没办，这是因，同学在给讲，太好太好。有居士写信告哈，真是的，那么拍案叫绝，那么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像方东美教授说的，中外古今的哲学，佛学为最高，太好太好，与我人生太有莫大的利益。按照佛法进一步说，了生脱死，圆成佛道，太好太好。同学再这么一说，我自己在心，同学这是缘，我自己信，有信心，感觉好是因。以后要到寒假了，要考试完了，有通知单的来了，那么一定想去，一定想去，好比爸爸妈妈欢喜我们去，叫我们幸福。像这个徐光明、徐光辉让人信服，还有那爸妈反对，你这里给那人家去，瞪着把你把腿给你打断了，要信服，又怕这里给那被出给，要放不小心他点，方便他一点，有顺的缘，那么有同学父母信佛啊，还拿点礼物给我啊，这是顺的缘，那么赶快去吧。逆的缘，一个小弟呢，咋不给你？你那个派给呢？你让他去，我瞪着我都不给你腿这么说，给你怕断气。那么有这逆缘，逆缘也去。所以也没有钱呢，没有钱把裤子送当铺当了，也去，就这么爱好。这个因呢特别浓厚，缘呢还有障缘，也障不了。再来去了，要报道，要分配个疗房，那么有什么我们都跟他学，那么等着。排到今天我上课了，大家来聚会了，我们今天讲这些佛法，头会讲的礼拜三宝，那么最初这三拜的意义，完了现在就讲天台三智三观，这次还要讲天台嘛，这 天台 三观，这是大家聚会，这是果。坚强的甚深的信心是因，
那么有助缘，你去吧，父母说要去，这是助缘。逆缘，唔当去，去都可以怕死。那么这是逆缘，无论顺缘逆缘，障碍不了，都要去，就来了。来了，今天该我讲，大家就在听。我们就是今天讲佛法，我和大家讲佛法这个因缘成就。哎，大家，哎，太阳这么照过来，啊，那么天也不那么冷了，不冷也不像夏天那么热，不错。同学大家这么坐着听听的，我又讲好多个我，啊，又讲K 我，哎，讲的真无处理啊。那么这都是果，我们的感受，这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果果报，完了一念，等等度孤，完了，而且又这空了，这个境界空了，在我讲什么，诸位度孤的人就没有听到了，还是一念想妈妈，想妈妈，想家。掉眼泪，马赛绕金贼，这一念想到家里头，这个场面完全没有了，忘了。那么越想妈妈，越想的委屈，对，越想委屈，那么这个场面就没有了。这一念所生法，那么这一念离开这个境界里，这个殊底现象界呀，就不现在眼前。那么究竟一刻一刻一趟一趟怎么上，上到最后圆满了，那么唱三宝歌，那么大家一起下山，那么这一段再聚会，这因缘就过去了。这是因缘所生法，阿说即是空啊，刹那刹那不停。过去没来以前的心想来，来到的心就是现在的心，但是下山以后，这都过去心，过去现在未来要下山这个心，那么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可是在我阿赖耶识众生上根种子。因缘性空，那么这是空观。那么至于这里头，我但是为了求的佛法，我也不管说是在哪住，哪个疗房我也不管，能我有躺着睡觉的地方就可以。那么叫什么做，分配什么工作，我就怎么做，凡是我为也是为了佛法，那么因缘所生。知道三心不可得，将来要下山，这一段因缘过去就是因缘性空。虽然是空而不空，有无量的功德，我对佛法进一步的了解，太好，太好。就说是香港那个轮船大王、穿越大王董浩云呢，那么因为说是法国的南部那个什么一个都市一个王一个国呀，那个王的女儿来了，法国的马赛南部海岸的有一个小小独立国接近意大利，叫什么人名字，摩纳哥 国王的王女来了，这个董浩云就去迎接他，在香港他招待，那么招待，因为他们是办这个手续是带着什么东西上税啊，这个董浩云和英国的这个海关官员啊顶冲了几句，又忙又累啊，又顶冲，心里一上火，董浩云脑溢血，心脏麻痹。是，那么那时候在顶冲的时候，心里知道因缘性空，平常也锻炼，知道因缘性空，
那么心里在念着观世音菩萨，在顶痛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脑溢血，不至于心脏麻痹。我在顶着十年前呢，有个居士是汉医，他给我看脉，他说：“师傅，您有那个心悸啊？西医叫做心律不整，就是心在这跳，抖着跳，跳的不整齐，心律不整，心悸。”我也是，我自己感觉确实有，确实有。以后在星期天来课呀，遇到什么事很忙啊，我就做空观，我就心里就念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就得佛法的利益了。我就再怎么样，这个只能再恳切再念，念着观音菩萨在和大家讲佛法。再是念着观音菩萨，看大家意思随缘尽分，应当跟怎么教、怎么讲、怎么办。那么做空观，再念观音菩萨，心里就心悸反倒好了。那不可思议。所以也没有佛法，因为吧，那像董浩云一样，也怕那个这个脑溢血、心脏麻痹的。所以这个佛法利益无量无边，这是做空观。假观呢，就是做有的观，虽然尽分呢、那么以至于尽量体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么我们虽然尽分，就是应该办的、应该做的就做，这是假观。因缘所生法，我知道是因缘性空，那么因缘性空而又因缘所生，我就随缘啊，还要尽我的本分，随缘尽分，这是假观。那么一边随缘尽分啊，一边知道因缘性空，一边知道因缘性空，而要一边要随缘要尽分，这是中观。中道观。心中在念观音菩萨，还有我们什么佛法都是因缘。那么比如说我和观音菩萨有缘，我说是哎呦，这就是办事了就忘了，那么就忘念了，忘念佛了，一念观世音菩萨的，哎呦，多少次都是这样。那么就是说也是因缘所生法，我想念不由人就念观音菩萨了，也是因缘所生法。那么空观是观的现象界空，假观是随着现象界因缘那么尽分。中观就是一边能观空，一边还能随缘，一边那么随缘，那么心里还要无挂无碍啊，那么一边是那么空观，一边还能随缘，还能顿顿尽分。那么我要的三观呢，那么就是空观、假观，那么又能空观又能假观，那么就是中观。那么这时候啊，所以说持名念佛就是重要了，这时候还得心里念观音菩萨，念佛也好，或佛有缘就念阿弥陀佛，或观音菩萨有缘就念观音菩萨，一样平等平等。观音菩萨站在阿弥陀佛旁边，那就是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也太有缘了。我们念观音菩萨，阿弥陀佛也加倍我们；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观音菩萨也加倍我们。观音菩萨何况还是过去是正法明佛视线的观音菩萨，那么我们在念的佛还要持名念佛要紧，这是天台三观。一边念佛一边随缘尽分，那么念念念佛知道这是自性弥陀，那么念念念观音菩萨知道这是自性观音，我自性本具的，那么和阿弥陀佛平等平等，所以说就叫无量光明无量寿命，和阿弥陀佛平等平等，就叫自性弥陀。那么和观音菩萨
也是平等平等，一样一样的，那么这叫自性观音。那么这样子再去那么做空观，做假观，空假在不二，那么就是三观。那么这样子念自性弥陀，这是真如自性，知道无量光明无量寿命。我念观音菩萨，哦，念念梵文文自性，哦，也不离真如自性，哦，那么这叫体真知，体会真如自性，把眼前算的现这些因缘呢，都是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因缘所生，那么因缘生就起，因缘灭就落，那么一生一灭，一起一落，都是入梦幻泡影。虽然入梦幻泡影，你可不能说没有，不能说妄空断空，我还随缘随顺，那么这个是最好最好最好的。那么这还要记住，那么我有我自性的本体，那么体会这个因缘性空入梦幻泡影，这叫体真知，尽量避免贪嗔痴啊种种，这避免。那么再叫体真知，那么体真知之下又知道，那么善巧方便。那么办这些事情就叫随缘方便之，做得恰好处，心里再不那么执着，那就随缘方便之，就是假观，体真之就是空观，一体真如自性，眼前的现象都是入梦幻泡影，那么这体真就执住了贪嗔痴，也可以说就执到真如自性上，那么随缘方便之。事情办得很有次第，很有道理，很如法，完了办得圆满，再就会圆满了。那么这都是随缘方便之。随缘方便之就是假观。那么假观就是随缘方便之，空观就是体真之，那么直观不二。直就是观，观就是直，不二就是中观，那么这是三观的意思，渐渐修，渐渐修，渐渐的体会，那么这才好。那么天台三观呢，天台智的大师啊，在天台山打死在天台山，那么所以就叫智达大师这一发挥这一宗就叫天台宗。他让人家那么根据法华经，诵法华经的时候看见灵鹫山释迦牟尼佛还在那说法，诸大菩萨诸大阿罗汉都能围绕着看的，说是灵山一会俨然不散的。那么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入梦幻泡影的，那么佛说法灵鹫山上这一会这是真实的啊，可以说这么说啊。那么智德大师诵法华经有这种灵感，这是智德大师在山上打坐，就听到空中啊，行哇涛咖，行哇涛咖，高啊涛咖心口哇哇狼金港口摩涛咖，智德大师在三郎的擦起哇哇的打坐，都不但打坐擦起狼三郎的擦。关公在想说弟子是关羽，哦，狼的立涛咖胎抬落去，你都和人讲行我头卡，你抬那温凉温酒，迄、那个头卡好你抬落去，一上和啥人透着头，透着头卡，
我讲这个可以这个太也天无不啊，天无啊，完了，那么智者大师这么一说呀，关公就从天空下来，跪在地下，弟子忏悔，知道因缘果报了，我杀人，人杀我嘛，我要我的头，人家头和谁要呢？我不对了，我不知道因果循环，就拜在这地下，受着皈依的。以后关公那么就做护法神的，你看智德大师这个道德，同学将来要用功修行，不用说关公啊，是这个关公那个周仓，那么同学来过出的家来过来给丁礼皈依，那是北办啊，周仓，我听过周仓的公案，在岗山一个居士，那么他因为卖鱼，他吃素，他卖鱼，为了职业户口啊，生活没办法，完了得病了，得那个麻风病，病要死，忽然间眼前境界一变呢，阎王、判官、小鬼儿，都现身的，阴曹地府。那么阎王啊就在上面给你打戏啊，他说害怕呀，江西良啊，说弟子是信佛的人，你信佛的人，你按照胎仪背仪，你那个杀鱼卖鱼吗？你不对吗？我是皈依人，你不当美化。阎王一听，判官一听，胡子吹酒瞪瞪的，马就瞪个阴影，就够几顿呀，下来了。他这个诚心的人呐，正直啊，就容易堕落这个阴曹地府的这个神。那阎王的气质了不得，他哎呀，都阎王要下来，判官要动手，小鬼在都这两笔好了，他哎呀，观音菩萨，哎，这一念，周仓就从天的边，周仓站在旁边，哎，那么阎王判官都不敢顶当，周仓是关公的这个副官。他就不敢，他接着这念念观音菩萨，念哎，观音菩萨，你看周仓站的旁边不错，哎，对，赶快念念念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哎，观音菩萨现身的，观音菩萨奄奄落下来，把那个身上那个飘带往下送，那个意思啊，合力，哎，完了，他知道会意了，他就一把抓到了。抓着了，观音菩萨就奄奄向上，把他都带到空中了。空中听听耳旁风啊，呼隆隆隆隆隆隆唧唧，那么哎呀，八朵要个北戏，吹个搭个北戏，完了哎，就听见吗？马上就有人的，八毛几万能扣俩了，卖的肉粥，一碗两块钱，加几万。啊，吹都被打，八都给被压，金便宜，金秀，金便宜借，他一想，妈家就妈妈以后，不过一看爸母，他一进家菜上安在家还爸母，马上这么一想，不能去喝。卖的人也没有了，锅也没有了，都化生。观音菩萨都低头看笑笑，哎，你那个乖哟，这个生死关中还生死这个关还记住那个不能吃八枚，没当加抽，哎，够穿的够点了，这又呼隆呼隆的听风，等着要到家。回去啊，等去好好给修咯，给你送告诉咯，等去了。
他呢，哎呀，喘几口大亏，喘一口气，那个孩子老婆吓得，哎呦，将来人爸爸已经死过去了，他怎么这就是鬼回来了？鬼回来了，都吓跑了。妈妈慈悲，妈妈，他叫叶丑，姓叶，名人牛丑，子丑，丑牛那个丑，说阿舅啊，感谢你等来哦，感谢你等来。那都得掉啊！老母啊，得我等来哦！我吹大，吹进大八多个药，我爱加梅，爱加菜梅。妈妈就给煮菜梅，就叫他太太给他煮菜梅。这是港山的诗事啊。那么来，书归正传。你看。周昌这么大的威德，他都是关公的那个护兵将军，还有那个天台山有拜经台，拜这个楞严经没有来，智子大师就在那拜，这是讲天台观三观，应验性空是假观，就随缘尽分，因缘所生就是假观，随缘尽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啊。因缘性空，就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就是万缘分，放下一念提起，念念念佛，这天台三观，又是空观，又能假观，同时就是中观，空有不二就是中观，这天台三观，那么再就是卫士五重观，卫士好讲这个一切，我们因缘说生法吗？卫士中叫做这个依他起性，我想参加斋戒会，有的时候就不能来，又是受三坛大戒，紧要关头要登坛要受，那么这个受戒了。病了，或是着魔了，五十劫的冤家来追上来了，那么世间的事情都是因缘生法，你要因缘不可能的时候就是障碍，因缘可能的时候，那么才能成功，因为不可能，我们都求佛力加倍，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就怎么地，这叫依他起性。一切事情都是因缘所生的，依他因缘，不是依自己想怎么就怎么地，这依他起性，就带依他起性听讲拜佛啊，吃斋啊，休息种种啊，在这里头不知道是我坐在哪，我坐个好桌，我的菜我要吃的怎么好啊，那么没有这些。就在因缘所生的日常生活中，我那么没有那个遍地所追性，嫉妒我怎么好啊？那么我的怎么发财？我怎么有名有利啊？我穿什么？那么种种的有我知，那么这是这个普遍的起心动念，一切是一切处怎么的计较啊？度量啊，这个恶知啊，这叫遍地所知性。就在依他起性的日常生活中，佛法不离这个世间法，那么就在日常生活中，我远离这个遍地所知性，当下就是圆成实性，这叫三自性观。写黑板，同学们，所以要写一写依他起性。那么那个虽啊，密日何去过去指导一下子嘛？指导依他起性，在依他起性的宇宙人生中，要远离遍地之性，遍地之性普遍计较量度，就是遍地之性啊。那么离开遍地之性，在依他起性，马上就是圆成之性。那么这是卫士第一重观，第二呢就是舍烂六重观，烂就是
心的空空如也，忽然间现出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烂心，烂就是泛滥的烂。这个泛滥这个境界，那么这个泛滥我的心中，我要舍这个烂。那么境界一舍去，心中就很纯了，精纯的了。舍烂留存观，就是远离境界，或缘觉经那个离境离心，千离千千，那个头一个是离那个境界相通，这个境界照在我们心中。万丈红尘的花灯初上哈，这个境界影响我们心。境界影响就是烂。意思就直截了当写没关系。第一是三自性观，第二就是舍烂留存观。这个就是烂是境界能烂我们心，泛滥到我们心中，就像大海啊，那么波浪滔天的，越大越厉害，那么打到我们眼前了。那么这个境界泛滥到我们眼前，那么舍去舍烂，不要你这个境界，舍烂留存，这个心里就存了。村就是村朴的村，舍烂留存观。第三呢，舍末归本观，为是啊，这一念心一生，马上就有见分相分。见分就是六识，一至八识都有见分，也都有相分。相分在六识上就是六尘。那么这个见分相分六识六尘，这是知末，本是见，是这个自证分。所有的现象六尘都是有现象吗？就是相分，能接见六尘的就是见分，就是六识。那么六识见着这个六尘，心里在这还不决定，没有个决定性，那么这时候心里有个自证分，某某丢对，一看外面那个有太阳光，这是色尘呢，那么我眼睛看见了，我这是眼识啊，眼识是见分，那个色尘是相分，完了是太阳光啊，那不是那个照的那个电灯的光吧，这是不是，是太阳光，那么这就证明是太阳光啊，这有个这一个心里啊，又有一个自证分，某某丢都是太阳光，这是自证分，自己证明自己啊，见分相分啊，对。完了自证分又有谁证明他，那么这又有个正自证分，证明这个自证分，那么说证明看的所看的光都是不错，这叫正自证分。这一念心就有四分，可以说是心理的解剖，有这四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见分相分都是知末，自证分是根本。那么这就是舍末归本观，见分相分都不要，归到自证分。那么我们在那打佛七念佛，又有见分又有相分，同学大家都在那绕佛，我看见了，那么在那绕的威仪很整齐，这是相分呢，我眼睛看了是见分呢，那么都在那念佛，我耳朵听见了，
那么我儿子听见了，那么念佛念得很整齐，也不错呀，很好啊，海超音念佛，那么这是儿时的相分，和见分，这个是好。可是到了街上，或者是电视机前面，又唱歌，又跳舞，或是有过剧，或者是有个女孩子扭扭捏捏的过来的。这个见分相分就不要了，不要，或者是那么低咖，活鱼把吃摆在眼前，那么又那么忽然间那么选这个中国小姐，那么要亮相的，那么这也是相分见分。那么这个相分见分都不要，这是智末，而本是智正分，光明磊落，普遍十方，这个奢摩归本是基本的心理作用，这个要，进一步呢，就是，因理显上，五十一个心所。喜怒哀乐，离合悲欢呐、啊，善有十一，那么有大烦恼、中烦恼、小烦恼，恶的很多，善的那么有善的，那么不是善不是恶，任嘛是尽全学长的本来面目，那么任嘛是同学大家的本来面目，啊。那么这时候，那么喜怒哀乐、离黑悲欢、善恶，那么妄想杂念一起，那么不要，那么这叫我讲什么？这第四关就是因理心所呀，喜怒哀乐在一念心呢。贪嗔痴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或者是又修十善呢、啊，又有十恶呀、啊，种种啊，这一念心中啊，那么都是知末的，根本就是八十心王，心所一律不要，一笔勾销，八十心王，言观，大千也观法界，耳也是遍法界，无量光明，无量寿命，眼耳鼻身意，无量无边，留这个八十的心王，不要这个心所，那么这就这个叫讲类的，这是什么？因理显圣，心所喜怒哀乐，这个心所有的这个心所呀、是理的，心王是殊胜的，留着心王，喜怒哀乐这都不要，留着八事，眼耳鼻舌身意清楚分明，第七事也是平等性，第八事那么大圆净，大圆精致，那么这是因理显圣。最后千相正性，大摩祖是老人家，那么坐一条船过了印度洋，到了广州上路，经过衡山见着慧思大师，就对慧思大师一看，说你到东海扶桑国去渡过他们，你去做速善王，小米勒那国王，小国王。你去渡和他们，你和他国人有缘，那么他就，你看那时候人，他一听达摩祖师这么说，他是，就顶礼接受，说去就去了，到日本投生，完了达摩祖师再走，走到南京见了梁武帝，一看梁武帝，那么初步信佛，理不很懂。一看这怎么讲禅，没办法，
那么就是扒下一个苇子，那么到江里头一顿弯了大拇指一跳，就扎着苇子过长江的，到了河南少林寺在那地方灭毙，一切现象都迁出，这个毙没有像，没有画，也没有古娃，是白壁平平的，平平淡淡的，这是自信，这结束了，不生不灭，一点也没有生，一点也没有灭，完全平平淡淡的，一生就染污，完全不生，壁完全是白壁，大拇指一面壁，这是前向正性，这是魏氏五重观最后的一重观。这就是大妈祖师那个面壁的那个所现的那个意思，就是在这里。同学要是会，那么再体会，再温思嘛，一直到时候再修。不会再渐渐研究。还有小朱嘛，小朱朱长同学给同学讲，比较好啊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去吃午斋了。